如果他们再敢捣鬼，就别怪我真的不客气了。我杀过不少日本人，也不在乎多杀你一个，明白吗？明白。橘子，你听我说。会写中国字是吧？会。那好，我说一句你写一句，记得千万别捣鬼，不然我会不客气。不会。千木，爸爸。嗯，哎，我可不是你爸爸啊。再不来数我，再不放了林振海的爹娘，他们就会杀了我。三天为限。再不输的输是怎么写？哦，好，我会，我告诉你，输啊。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你和我说话呢？这院里还有别人吗？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怪怪的呀？我怪吗？晚上梦话不断，白天又一言不发，这还不怪呀？你怎么知道我说梦话了？我是卫生员，查房探视是我的职责。那我都说什么了？也没啥军事秘密，就是一些哥哥啊、嫂子啥的，梦里还哭鼻子呢。我哭了？嗯，不会啊，我向来都是流血不流泪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心的事儿了？我听说林振海喜欢上了你喜欢的姑娘。不对，是我喜欢上了林振海喜欢的姑娘。在我到燕山之前，林振海早就喜欢冬菊了。是我自己太笨，
什么都没看出来。那你就把白龙渠让给他了？不是啊，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很好的。白姑娘吗？对，在哪儿找到的？老林里，她晕过去了。哎，怎么回事啊？快，先进屋。快快，小心啊！小心。慢点，慢点。小鱼，她怎么样？急火攻心，劳累过度，再加上饥饿，你们看着他，我去煎点药。我们是在豹子沟找到他的，他身上没伤，看来是饿晕了。我哥他们在豹子沟啊？不确定，我们没有见到令狐帮的人。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他一定是没找着我哥。认识的找不着就先回来嘛，挺好的事折腾成这样。好，他都这样了还好？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急着让他嫁给林振海，急着让他当你嫂子吗？钟队长，就算他嫁给林振海，他也不是真心的。感情这东西不是说捡就能捡，说丢就能丢的。感情是山，不是河。猴子，我不管你和林振海感情有多深，这件事情你想开了，你的感情太不值钱了。これは最後通帳だな。佳代子はいつ殺されるのかまだわからない。何がおかしい？これはただの脅迫です。林正煌はただ我々を脅しているだけです。もしそうだとしたらどうなるんだ。やつは自分の親を裏切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ない。人質を解放しろ。すぐ解放してまた他の方法を考えるべきだ。お父様。このような機会はもう今後一切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今人質を離したら絶好のチャンスを見逃す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もし奴が体制を立て直す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たら、お父さんも想像してみてください。炎山はこの先もずっと穏やかな日は来ないかもしれない。天哪，他怎么还不醒啊？这是劳累过度和紧张。其实他现在不是昏迷，是睡着了。真的？真的。小雨，等他醒过来，不要告诉他，我一直在这守着。知道了，你去歇着吧。日本人那还没动静，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不想换人了。咱别等了，现在就杀进县城救出二老。来呀，把东洋丫头带出来。
日本婆娘，然后杀鸡现场，救出二郎。 他们那喊还不知道吃的什么苦呢。切莫可以不顾他的姑娘。可我林振海不能不顾我的爹娘。这你放心，弟兄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二老救出来。三哥说的对，弟兄们杀鸡成群，救出二老。万一救不出来，我们跟二老去死，就算尽孝了，对不对？定了吧，兄弟们，有没有怕死的？谁要是怕死，现在就回去抱孩子去。三哥，当家的担心可有道理。咱们真是杀了日本娘们儿，他们那二老出气怎么办？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二老救出来。开刀！哎呀，求你了，不要，不要，不要，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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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放心，我会给你来个痛快。拿酒来。那封信写的是中国字，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没捣鬼，她东洋日本爹都不心疼她，咱们管这么多干嘛？老三，你忘了当柳子三条不杀人的规矩了？女人孩子不能杀，不能杀无辜，不能杀手无寸铁的人。可她是日本女人，日本女人不是女人吗？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听错吧？放了他！等等等，咱把肉票放了，那二老咋办？我说放了他！不敢！你就是两百棍子，砍了他！山都闻得着，听着，回
回去转告你的东洋爹。我不杀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我不杀你，不管是东洋的还是中国的，我都不杀。可你爹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要是敢动我爹娘一根毫毛，就把他剁了。休息 啊！这几天把我一年的觉都睡出来了，哪还睡得着？她不应该是你的嫂子，应该是你的妻子。她只能是我嫂子，不能再做我妻子。你真的可以为了林振海不顾一切？我哥为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不能再让他失去什么了。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很男子汉吗？你也想看我？觉得我的感情不值钱是吧？没有，一个肯为别人牺牲的人，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嫂子，你醒了。你叫我什么？嫂子。白叔跟政委都跟我说了，我现在特佩服你，其实这事说出去一点都不丢人。你这么做，人们不但很尊敬你，而且还会……你过来。干什么呀？过来。东菊，你，李彪同志，请你叫我白东菊同志。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嫂子，不，白东菊同志，我爹娘现在落在日本人手里，我哥的心情肯定不好。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还伤害你了？他心情不好，我看他谁心情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滋润。什么狗屁大孝子，抗日英雄，乌鸦他就是乌鸦，上了梧桐树也成不了凤凰。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我干嘛要跟你说清楚啊？跟你说不着。林振海是个畜生，你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出去啊！对，这是卫生队。你是伤员，出去的应该是我。东菊，东菊，哎哎，东菊，你管你走开，别碰我。东菊，你醒了。李队长，你去休息吧，我照顾白姑娘。不用了，我自己回家。
加代子さん、何かご用事ですか？あの、野山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加代子さん、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逃げてきたと聞きましたが、嬉しいですよ。私は逃げてきたのではなく、彼が帰らせ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そうですか。あいつは残酷無情で、なんで加代子さんを話したんでしょうか？いえ、彼はとってもいい人ですよ。野山さん、私もこうやって帰ってきたのですから、彼のご両親も帰らせてあげたらどうですか？人質を話しますか？はい、そうです。大佐閣下はご存知ですか？お父さん、もちろんですよ。お父様が野山さんにお話ししろって。野山さん、私を彼らのところまで連れてってくださいません？少し難しいですね。大佐閣下と水戸子様のご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もあいつの両親に近づけないんです。私でもダメなんですか？それは無理よ。你慢点吃，别噎着了。曹政委，你说我是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不这么看，我倒觉得你是个很有心的姑娘。我都快傻死了，我一心想着自己受点委屈也没关系，只要能帮他抗日，帮他打鬼子，就算让人们抽脊梁骨我也认了。没想到那个林振海，他就是个畜生。他真的？他真这么说的？是我亲耳听见的。这不可能啊。那你的意思是白姑娘在撒谎啊？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别说现在我爹娘在日本人手里生死未卜，就算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哥也不会喜欢上别的女人。可事实上，白姑娘亲眼看到他把一个女孩绑上山，而且那个女孩一口一个当家的。李队长，恕我直言，你现在心里只有林振海，知道白姑娘有多委屈吗？还是因为你，因为怕林振海当汉奸，所以才进老林找林振海帮他抗日。他都准备豁出去自己了，可结果呢？你现在宁愿相信林振海，也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再说了，你说林振海是大孝子，有这样的孝子吗？爹娘生死未卜，他却在贪图男欢女爱。我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除了东菊，他心里装不下第二个人。加代子，林中庵は親と交換することで。あなたを家に帰らせてくれたっていうの？違うわ。彼は何も言わずに帰らせてくださったの。じゃああなたはなぜお父さんの名前を使って野山翔さんのところへ行ったの？助けてくださったから、私も助けてあげようと思って。これはダンジャーとは関係ないわ。なんだって？奴をダンジャーだって呼んでるの？みんな呼んでるんだよ、ダンジャーだって。加代子、林振海は一体なぜ帰らせてくれたんだ？さっきもお話した通り、彼は本当に何も言わずに帰らせてくださったの。ダンジャーだなんて呼んでいて、どうやって信じろって言うんだ？お姉様、私のことを疑っているの？あなたがどう思っていようと、事実をはっきりさせたい。你要去哪儿？我要进山。不行，你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怎么能够进山呢？是马走，又不是我自己走。那也不行，出了事谁负责？我自己负责。你负不了这个责任。我自己负我自己的责，有什么不行？你现在是伤员，是我的病人，我要为你负责。你听好，我现在是去执行任务，耽误了事儿，你负责呀。养伤期间执行什么任务？第一，日本鬼子抓了我爹娘，
我不相信他林振海还有心情保票搞女人。第二，他们抓我爹娘就是为了要逼林振海当汉奸，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管怎么说，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走那么远的路。我说你也是上过省城学堂的人，你听不懂人说话啊？我今天必须见我哥。这样吧，你写封信，我替你送过去。就你？哎，你现在出了门，你自己能找得回来吗？还给我送信呢？那我跟你一起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你拉倒吧你啊！我本来是个伤员，带着你多个累赘。那你就不能去？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倔啊？我就这样。こんなことなら、帰ってこなければよかったわ。後悔してるの。彼は見かけは怖いけれど、本当はとってもいい人なの。本当に何も言わずに帰らせてくださったの。だから信じて。それは洗脳って言うの。洗脳って知ってる？でもあそこにいたのはたったの10日間だけよ。人を洗脳するには10日も必要ない。1日だけで十分よ。姉様。佳代子、林振海がなぜ帰らせてくれたのか、奴は一体何を吹き込んだのか、あなたと何か条件を交換したいと言ったのか、今ここで私に事細かくすべて話しなさい。私も疲れましたわ。疲れてても話しなさい。お姉様は私が話さなかったら、私のこと殺すっていうの？誰であろうと日本帝国と天皇陛下を裏切る人間は命を絶つべきだ。じゃあ殺せばいいわ。不行，咱们不能再走下去了。你的伤口已经出现了开裂的痕迹，要是再走下去就更麻烦了。那我也得找找我哥呀。可我们已经走了大半天了，连林虎帮的影子都没见着。那也得找。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去换药包扎。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呀你？早知道就不该带你出来。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该让你出来。我怎么了？あいつが考えた条件じゃない。こんなバカなやり方、かよこしかできないぞ。とにかく何と言っても。今後は佳代子から目を離してはいけないんです。私たちが厳しく監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です。もう二度と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てはいけないんです。妹にも特殊な手段を使う気か？大佐閣下、私がこうするのはすべて戦国中隊および大日本帝国、さらに天皇陛下のためなんです。佳代子が勝手に自ら林仁和の親を解放するなんて、もってのほかです。佳代子は子供の時から善良な女の子だ。でも我々にとって善良なんかではなく、最後の勝利が重要なんです。刀子，猴子，俺那个娘哎，可找着你了。你们来的正好，赶紧帮我分头找。别分头找了，俺们找了不是一会儿两会儿了。你说的没错呀，这个林主娘就是林主娘啊，她一旦进了林子就找不着了。不过，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啥好消息？快说。东局看到的那个姑娘，不是林振海抢生山做什么压寨夫人，她叫加代子，是千木那老小子的女儿。林振海绑架她，就是为了交婚父母，是东局没有搞清楚。哎，你看，你看，我就说嘛，我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大佐閣下、私はあなたは優秀な軍人と尊敬していました。しかしそれは私の思い違いだったようです。誰に向かって言ってるんだ？私は林仁和を傘下にする任務を任された以上、それを果たし終えるまで手段は選べないんです。
来了来了。彪子，白叔，东局在家吗？啊，进来吧。哎，マサはなんと。佳代子様は確かに林俊杯に解放されたはずです。他に何も条件もありません。どうやら林中丸の弱みは一つではないようね。調査学科マーさんはいつベアベを殺すという約束をしたというのですか。調査学科。そうね。李彪は今日分子であり、奴を殺すのは大日本帝国にとって最も都合のいいことだと言えるだろう。白东局同志。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什么猴子、曹政委大队长，他们都知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说完了吧？说完了，出去吧。白东局同志，我嫁不嫁林俊海是我和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也不用你操心。出去。だが、やつはまだ殺せない。少なくとも今ではない。調査学科、なぜですか。李彪と林俊杯の関係は普通ではない。李彪を殺したら、林俊杯はきっと復讐に来る。だけど、リーベアは我々を脅かしている強者です。必ず抹消しないといけません。今優先すべきなのは林俊杯を傘下にすること。李彪については。我々の手で下す必要もない。そんなの別の人が片付けるんだ。あるいは林俊杯自身でもいい。すぐにマーさんに伝えろ。林俊杯には特に注意しろ。徹底的に監視するんだ。一秒も目を離すな。はい。我不操心，我不操心也得行。就你现在这样子，还要进山找林俊海，你想没想过后果？你自己胡闹也就算了，还拉上一个女同志。大队长，不是李队长让我去的，是我自己要去的。你闭闭嘴！你是干嘛吃的？啊，他不懂，你也不懂。李队长也是为了工作。那就可以不要命了。他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就他这破身体，能进山吗？你是卫生员，保护伤员是你的责任，你就这么负责任呢？我看你是不想在卫生队干了。你干嘛那么凶啊？我凶？哎，你还没看见更凶的呢？真要是出了点事儿咋整？真要是遇见鬼子，遇见汉奸？咋整？不是还没遇到吗？你要是遇见就晚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都不属于自己，连你们的生命都属于组织。瞎折腾！哎呀，你还不高兴了啊？我不就简单的说你两句吗？咋了？千金小姐大家闺秀，还不能批评了？去哪儿啊？老刘啊，小胡怎么了？老曹，你说是不是喝过几瓶墨水的人？就都有大小姐脾气，我只不过
就批评他几句嘛。是批评，还是骂娘哦？我，老刘，小胡刚参加县大队不久，要注意点方式方法。要是出了点事情，老刘啊，批评也要看人下菜，因人而异。小胡不一样，她是新来的，又是个女同志。你看，我早就说过，咱们队伍里不能有女同志。老刘啊，小胡可是个很称职的卫生员，很难找啊。好了好了，算我错了，行不行？哎，东局那边怎么样了？啊。他已经知道林振海绑票的原因了。看得出来，白东局是想牺牲自己来帮李彪。哼，都是李彪惹的祸。小胡啊，忙着呢。报告政委，卫生员胡小玉正在煎药，有什么指示？啊，指示没有。我代表大队长向你道歉，大队长的态度不好，别往心里去啊。我没往心里去。啊，这就好。刚才他那凶巴巴的样子，都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小胡啊，大队长的样子是有点凶，可是他完全是为你们好啊。你想，别说李彪是个伤员，就算是个正常人，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小胡，咱们县大队是个战斗的集体，要有组织纪律性，不是谁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散摊子。政委，我错了。小胡，这不算批评，算是提醒，以后注意就是了啊。是，政委，那我先去送药了。送药。给谁送药啊？谁病了？大队长，喝药吧。喝药？乱弹琴！我又不是病人，喝什么药啊？您是病人，这药就是专门为您熬的。我病人？您身上的火气本来就是一种病，大队长。我熬的药可以清热解毒，您还是喝了吧。小胡啊，你先回去吧。是，那我走了。笑什么？笑什么笑？我就不明白，我是大队长还是他胡小月是大队长？他参加革命才几天呢？哎呀，老刘啊。这跟革命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关键是看他说的在不在理上。在什么理？啊，我批评他几句我就有病了，岂有此理。来，你确实有病。我有什么病？你没有病你砸桌子干什么？你火气本身就是一种病，你呀，确实应该下下火了。啊，行了行了，别扯这个了，说点正事儿吧。啊，老刘啊，其实有火气也不是你一个人。李彪的行动虽然有点冒失，但是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说林振海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吗？报告，李彪，你不好好歇着，跑出来干什么？大队长，政委，我有个想法，想跟你们聊聊。哎，来来来，坐下说。大哥，该吃饭了。大哥，让我安静会儿。柳子的规矩你懂，哥打你。大哥，
明白，没事儿，我陪你饿着。既然是兄弟，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大哥，我知道你放不下在日本人那里受苦的爹娘，又不想拿弟兄们的性命去冒险，可现在咱们没有其他路可走啊。如果拿我林振海的命换二老的自由，我眼皮都不会眨一下。可日本人扣住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做汉奸。杀进城救人不行，绑票换人也不行。要不，咱们先听了日本人的，救出来再说。一声哥啊，你别走；叫一声弟啊，你难留。谁没有爹娘？谁没有家园？忠孝两全孤难求。是山不是水哦，流来流去流不走。谁要是先走，心就难留；谁要先走，心难留。一声哥啊，你别走；叫一声弟啊，你难留。谁没有爹娘？谁没有家园？忠孝两全孤难求。先走心难留，谁要先走心难留。